可以分析哈，这个一个区块，它里面的变数一到九，所以我就跑一个 range 哦，一个一个把它取出来，那分别把这一段哦做输出，OK，好，这边贴到了。那再来的话呢，当然哦，输出的时候呢，因为它要换行，所以我把换行这部分拿掉，就是加 END 等于空的，那这样就 OK，第一阶段就完成。那第二阶段的话呢，就是什么？我后面的话还有二到取。等于是一直到9，哎，那所以哦，这个地方就必须什么，把这个地方的一，还有这个地方的一哈，变成一个变数，也许用 i 好了，哎，然后来代替。可是这个地方要怎么做？首先的话一样哦，我们先把上面这一行，也许先把它复制好了哈，把它复制之后 enter 上面的话贴上哦，多增加把它改成，把 j 改成 i 好了。但特别注意哦。里面的这两行有没有记得哦？因为它这两行要变成在这个 i 里面的下一阶哦，所以记得哦，这两行请你按一个 tab 键。意思就是说哈，我先执行这个 i 的变数之后，然后呢再跑一次这个 j 的回圈。OK，哎，那这什么意思哦？也就是说我今天我把这个地方改一下，比如先跑一个这个 i 里面。一到九哦，然后我一样把这个地方改一下。这个一的话哦，就是按 delete，然后前面的话就串什么串一个 j 啦，所以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然后改一下，就是等于是 string 啊，把它转型，意思说哦，我第一次呢 i 的值哦会是一，然后呢 for j 等于一到九，所以意思说我当我 i 等于一的时候，那 j 会跑一到九，再下一次。当我 i 等于二的时候呢，那 j 又会跑一到九，OK，意思是这样哦，然后再三再跑一到九，OK，你直到全部跑完就九，然后 i 还是j 还是跑一到九，哎，所以特别注意哦，里面的叫内回圈，外面叫外回圈，哦，大概它的跑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后面哦，我们还要改哪些地方？这个地方一，这个把它改成 i 就可以了。好。看起来理论上应该是改完了，可是我们现在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地方哦，把它执行，结果的话哦，你会发现哦，它变成哦，一跑完之后有没有？二紧接在后面，二跑完之后呢，三紧接在后面，再就四，也就是说呢哈，其实它跑出来 OK 了，只是说呢，它没有像我们刚刚上面这个地方。一跑完之后，要多一个什么换行，所以哦，也就是说呢，我要把每跑一到九之后，后面多一个换行的话，那其实程式应该写在哪里呢？当我把这个 j 有没有一到九跑完之后哦，也就是我不能说直接在这个里面换行，那换行的话，当然你可以几个方法，print，最简单的方法是吧？你就加一个啊，特别是哦。如果你把这个换行写在这里的话，变每一个都帮你换行，哦，记得一定要 back 到前面去，意思就是 j 跑完一次之后，我在这边换行。那换行的话，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哦，你就打一个什么，打一个 print，或者反斜线 n 啦。可是问题哦，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说帮我跑完一次换行的话，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你就。输入一个叫 print 就好了，因为 print 本身里面没放东西，那就表示换行。OK，用 print 空的里面没有输入的东西来当一个换行，啊，那意思是说，我如果当我跑一次完之后，有没有？它就会在这个后面帮我加一个 print 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多一个换行的意思啊。实际上这个就等于是这个的意思啦，换行，换下一个。哦，那以此类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就加了这个之后的话，我们来试一下哦，那执行一下，你会发现呢，跑完的结果就如我们要的，有没有？所以哦，执行等于是多在哪边，在 j 的外这个 j 的外面这一层哦，加一个 print，这个 print 本身就是啊，放到这边当换行，OK 啊，也就是说哈，它每跑一次 i 等于一的时候。它全部跑完一到后面是一到九对，一到九跑完之后呢，那就帮我换行。
然后呢，再下一个等于是 i 等于2的时候，又1到9，又再换行，直到 i 等于9，然后1到9，哎，所以啊，等于这边会多一个换行嘛，哦，不管了，反正我们最后 OK 就好了，哦，那可是问题哦，这样的写法其实，当然我刚写的只有哪些地方改，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我大概改几个地方，一，我把原来的程式有没有上面加上一个这个 for i。的回圈哦，然后呢，把这两行有没有，把它向右哦缩排。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把这个原来的一有没有哈、哦，把它独立，这个地方也是把它一改成 i，OK。然后再来的话多一个 print， 其他当然没改，这样就完成九九乘法表。哦，不过哦，跟各位讲一下，你会发现哦，上面这样的写法有没有，其实还是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程式好像太复杂了吧？有没有？你会发现这个转型，这个要转型，这个要转型，然后呢，这个又文字，啊，这个又变数。所以哦，如果以后你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结构的话哦，建议各位哈、哦，你可以想到一个函数叫 format。如果你用 format 来做的话哦，其实会简单很多哦。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哦，如果我今天哦，在这边 enter 一下，我把上面注解掉了。注解就前面加一个前的，加一个井字号，啊、哦，井的表示说呢，我如果我重写啊，我用 format 来叙述的话，那会不会比较简单哦？写一次给各位看一下啊 ，print， 好、哦，一样哦。那如果说我今天用 format， 第一个一样是格式，格式的话呢，就是我今天呢，我需要的资料的话啊，一定是一个 i。变数嘛，所以如果你看到 i 或 j 的话哦，直接给大括弧就可以了，里面不要放任何东西。大括弧乘上大括弧等于什么呢？另外一个大括弧，就是相乘的结果。所以哦，其实哦，你原来的这个 i 有没有就放这里 ，j 就放这里 ，i 乘 j 就放这里。然后最后的话还有个 tab 对哈，所以你的最后那个 tab 哈，你就把它放在这里，反斜线 t， 也就是以后哈，反正你只要看到变数，或者是计算结果，你就用大括弧来表示。那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第几位了，你可以再加那个符号，然后不加没关系，就大括弧就可以。好，第一步哦，所以这个是它有点像它的那个格式的公式哈，后面加一个点什么？点 format。刮弧，那特别注意哈、哦，如果说你这个公式里面呢有几个大刮弧，你的 format 里面就要给几个参数哦，比如说有三个，对不对？那我们就怎样，先给 i 嘛，就表示 i 是放在这个大刮弧里面，逗点，第二个放 j， 这个 j 就放在这个大刮弧里面，再逗点 i 乘 j， 这个 i 乘 j 就放在第三个大刮弧里面，也就是说哈、哦。它反正呢，第一次先产生什么一次，它就先丢一个，有点像一个一个的模组啦哈、哦，它就先什么，先放这个，哦，输出，哦，然后呢再放下一个，有没有有点像一个工厂里面那个建一个模啊，只是说那个模子里面编号不一样而已，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可能马克杯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它的那个编号，哎，其他都一样，就是那个编号不一样而已，哎，类似像这样的道理，哦。所以哦 ，format 很好用哦，我们来试一下啊。这样做完之后的话哈、哦，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基本上哈、哦，没有大概改什么地方啊，主要是了解那概念哦。format 哦，执行，哎，不过这个地方变成什么一段一段，那为什么哦？最后还差一个地方，把换行拿掉，逗点什么 end 等于没有。好，那不要换行，执行。你会发现哦，执行的结果就符合我们要的，有没有？那两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你可以比较一下。上面的话哈、哦，就是要不断的转型，不断的串接，所以哈、哦，你会发现呢、啊，写这样子哦，它也可以啦。只是说我觉得哈、哦，第一个程式一定要写的比较冗长，第二个的话其实也蛮容易写错的。但是 format 哈、哦，感觉就是我的格式跟我的资料其实是分开的。那我只要用大括弧来表示那个资料就好了，哎，这个很好用哦，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这样串哎，
那好处就是说我以后只要把变速丢进去大刮胡里面就 OK 了，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先把那个 I 的部分先完成 OK， 所以我刚刚 I 的部分完成，然后再把刚刚这个串接改成用 format 来叙述，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那这个用 format 来叙述的相关的参考资料其实云端白板上面也有，云端白板我是放在第三个单元里面的第几页呢，也是第五页的地方 OK，所以你们可以自行再把那个第三个单元的第五页的地方稍微看一下 format。 那我是建议啦，这个东西一定要熟练，也不用死背啦，因为其实将来如果你只要很直觉的，如果遇到这个地方我用 format 我就给变速大刮胡然后呢如果文字还是照样输入如果遇到变速就大刮胡就对了试试看